ID， 如果你有印象上一条片，即是冲绳开嗰条片啦，即是我着住同一件衫个头，又系扎住同一个头，我系乜都冇变过拍嗰条片咧，应该有印象咧。我系有讲过，我有 giveaway 想送俾大家，即是我系喺日本系有买手信俾大家，唔系净系挂住玩噶。系啦，除咗因为我去日本买手信之外咧，我都想庆祝一下我个 channel 终于过咗8000订阅啦。咁喺呢个时候应该都迈向紧9000，最好就迈向紧10000啦。好希望今年可以冲到10000订阅嘅。系啦，咁多谢你哋嘅支持咧，所以我一定会记得你哋噶。咁今日咧就想做一个 giveaway 啦。咁 total 咧我就准备咗10样礼物嘅，咁希望你哋可以揀到你哋中意嘅礼物啦。第一样嘢咧就系、是、呢个 Minion 糖啊。是不是超可爱啊，他们的包装你们看看。我 total 买了5包就会送2包出来的。到时如果我抽中了你的话，你就可以揀其中的一款。这里总共会有2份的。他们是一些果汁软糖，味道就会是柠檬梳打味的。他连那个糖都很得意，都是 Minion 的形状的。之后仲有沖繩嘅土產，亦都係黑糖嚟嘅。呢一包我就冇買俾自己，我直接係買俾你哋，因為佢呢個迷你包嘅黑糖咧超得意啦，同埋係一啲海洋生物，沖繩係好出名呢個水族館噶嘛，咁所以我覺得佢都好有紀念性，同埋好代表到沖繩嘅。再之後咧就會係3支嘅 hand cream， 呢一支嘅 hand cream 係我最中意嘅 Livia Soft 系列 hand cream 嚟嘅。你搽落隻手嘅時候咧係潤而不立啦，同埋佢嗰陣味咧係令人覺得好舒服，好似啱啱沖完涼。BB 仔嗰阵味嚟嘅，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，咁所以咧我就特登买咗3支去送俾大家嘅。咁之后咧就会系一支润唇膏啦，佢系万秀伦敦出嘅，疑似香港有得卖嘅，我谂大家都唔会介意嘅。咁抽中嘅朋友咧就可以喺原味同埋蜜糖味嗰度咧自己拣一支啦。跟住之后咧就到一个香味嘅产品啦，呢一支系香水，呢一个系香味膏，咁就系抽中嘅朋友亦都可以喺呢两个里面揀你中意嗰一样嘢嘅。咁呢一个嘅香味咧，以我记忆咧就系一个花香嚟嘅偏，咁但系咧唔会话太过甜嗰种花香，佢都系比较女仔，唔系中性味嘅。咁但系佢亦都唔会去到过甜过溜嗰种味道啦。我觉得自己闻落去都几舒服，同埋佢都算适合冬天去用，唔会有啲味咧。你夏天用就会觉得好 fresh 啊咁，但系冬天用就唔夹咁样，唔会嘅。呢一种味都算系一年四季都可以喷到嘅味嚟嘅。跟住咧就会有两支 Chief Lee 嘅唇膏啦，暂时呢一刻我未知道系送边个色号，咁应该有一支系212噶啦，但另一支我未确定啊，咁所以我剪片嘅时候咧就会将我正確嘅色号放喺呢边啦，同埋摆喺下面 info bar 嗰度噶啦，咁到时大家都可以去揀，因为 Chief Lee 呢只唇膏咧其实系一个唇膏芯嚟噶，咁到时我都会附送埋呢个唇膏桶俾大家嘅，咁大家就唔使攞住个唇膏芯喺度搽咁惨啦。咁今次嘅参加办法都系非常之简单嘅，首先要 like 呢条 video 啦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，跟住之后咧，仲要 follow 埋我嘅 IG 啦。不过今次想加少少难度，就系答我一个问题。留言嘅时候加埋讲一样嘢，就系我究竟有啲乜嘢系中意用嘅，睇下你哋有几了解我，应该都唔难啫。咁你做晒以上所有嘢，答啱晒问题之后咧，就有机会俾我抽到咧，得到以上其中一款嘅礼物噶啦。希望今次抽到你啦！如果你中意条片嘅话，真系记得俾个 like 我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。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2条新片噶。咁下条片再见啦，拜！